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展示一下侧面的这个孔，侧面的孔。后面也可以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快一点。主要鹏哥现在就是这种。对啊，现在就是这种。深度，我们高度深度。你等一下展示，你这个展示完之后，把这几个重新堆叠到一起，你把26全部套在一起。啊，套在一起就，啊，36，你要把它们全部套在一起，堆在一起，堆在一起，对。最后盖上盖，最后一个展示盖子，然后盖上去，好完美。展示个盖子，然后再瞧一下它的声音，就是那是不锈钢的。那个东西拿过来再干，把这拿到中间来。然后把它转一下，把这整体全部转一下，把它整体套上去之后整体转一下。转没问题，整体。整体是吧？对对，整体转一下。我把它套回去。你只要单个走。也可以，这样也行，也是可以这样行，然后再把它套回去，整个转一圈。你把那套在上面。然后这个放回它原来，移到中间。移到中间，然后转一下。移到中间。剪一下吧。对，到时候剪一下，然后套上去，然后转一圈展示。这样，很多比较白，拍出来效果就好。可以 ，OK，OK。